是四十的时阵，包容你的脾气，体贴你，安慰你，你却在辉煌天崩之时，就是我说低官不如的代志，可是半点不知悔改，丢掉你了，你的老母。但后你回转你家己的家中，你敢痴呆落去？你敢困在路边？你的朋友伊啊，俗语说得好，不是无本事，机敏感。当时是你家己踮在我面头前咒诅。你讲你老母错误言语，你甘愿要踮在我面头前自刎？你若是男子汉，爱着我，你留一点仔良知啊！你得自尊吧？孙天虎啦！
还有谢谢。